亚力，请坐。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阿伯演讲唔免拍破啊，你哪知道我要讲啥？即马大家你欢喜哦，唔是欢喜讲我的演讲啦，是因为等下你要回去啦。你的心内你想讲哦，吼，一只三工哦，这尼啊委屈，小等下要离开吼，真欢喜，真好。各位，你受这三工的训练啊，我相信你的心内啊有所的感触啦。尤其是台湾的地位、台湾的论述，你过去拢唔知啊，即马你知啊。但是我相信啊，就是讲你知啊，但是你的内心内底啊，可能还阁有真侪怀疑。所以呢，我一再甲各位拜托，除了上课以外呢，你爱看册，迄本《新台湾论》啊，坦白讲，迄本册呢是我这么侪年吼、哦、写出来文章啊，啊，而且这个写出来文章啊，坦白讲，我袂当讲完全100%。是我个人意见，是因为有真济参考的资料啊。这参考资料就是现主是美国还未开放、还未解密的一挂机密资料。所以这个刚刚这个机密资料哈，有真济咱解脱未开的，拢伫这个机密档案内底拢有。所以呢，我伫研究这个时阵啊，才会这样进啊进，这样啊速度会当将台湾的地位啊完全理清楚。刚刚讲，现准是你伫你的桌面看迄两张相片就好。向阳，美国政府送你这两张相片啊，坦白讲啊，有真侪人拢嘛搞不清楚。啊，你送我这两张相片到底要创啥？送我给奥巴马的相片啊去宣誓，啊，另外是皇宫，皇帝也无看到，刚刚看到皇宫尔呢，迄叫做二重桥啦。内底大的是日本天皇。上你这两张，啊，你来猜谜语啊呢？猜谜什么谜语？这就是台湾的地位啦。所以，伫迄个2010年的这个九月初八，这一天，咱伫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啊，举办咱台湾民政府成立华盛顿这个叫做办事处啊，以后的这个酒会啊，来参加酒会有五个单位：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的国防部。美国的 CIA、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、美国的司法部，这五个单位来参加以后，由因的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送咱这两张图，送咱两张图的同时，甲伊交代，因为恁知影我无中华民国的护照，因为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所以呢，我无得签护照，所以我袂当去。啊，因此呢，伊讲你这两张相片转去交予恁的秘书长，伊就知影。看到这两张相片，我非常欢喜。这和咱的研究一模一样，就是啥日苏美战。台湾的地位就是日苏美战，这个日苏是从日本政府哦，是日本天皇，但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。所以现准是咱的伫社会顶端所听到的，所有的政党所讲的台湾地位，拢是胡说八道。这三年来，任何人。咱有公开向全世界提出条件，你若有啥物意见，你若讲咱的论述唔对，你提出来条件，到今日为止，没有一个人，无一个组织有法度将咱这个论述甲咱拍倒，因为咱是完全照国际法所提出来。所以你唔通看到日苏美战，你若不要解释讲啊台湾属日本，你会去用骂。我无将来唔爱讲台湾是属日本，是台湾是属日本天皇，但是。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啊，这是对，属日本天皇的原因就是马关条约。大日本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皇帝签这个约，将台湾偏和和台湾的周边群岛永远割让予日本天皇。然后在1945年，这个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以后的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
这个和平条约的里面26条里面无对日本天皇有所的处分，没有处分日本天皇，无处分法律的问题是安尼，哪有写你就犯罪，哪无写你就无罪。这个基本的观念，大家头壳一定要有，一定要足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法律内底无讲你犯罪，中华民国嘛唔敢甲你判讲你犯罪。所以有这个基本的概念以后，你就有法度来了解讲日苏美战是啥物意思。所以日本天皇无受到处分，就是讲为马关条到今日为止，台湾这块土地、台湾的周边群岛、朋友，拢是属日本天皇的，绝对没有错。100%正确。按美国的军事占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23条讲啥？讲美国的军事政府是台湾这块地区的主要占领全国 （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）。因为美国直接轰炸日本，美国直接轰炸台湾，所以这个台湾这块土地是由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到今日为止。啊，当时才会结束，都一定要等到有一个判例。在1853年，有一个 Cross 对 Harrison 的判例，最高法院里底，伊的判例里底讲啥？伊讲和平条约生效，无代表军事政府结束占领。军事政府若要结束，都要经过美国的参议院通过，啊是美国的总统宣布，安尼这个军事政府才有结束占领。这个，所以美国在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台湾平和、台湾的周边群岛的占领者是美国政府、美国的军事政府来占领台湾。所以占领台湾到今日为止，那个兵回历史来的参议院啊，是美国的总统从来没有宣布过我已经结束台湾的军事占领。啊，那没有结束军事占领，表示讲到今日为止。这块土地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。你若知影这个台湾地位，你甲想看卖啊，讲安尼要那个偷我开，我讲要个偷我开啊，坦白讲是高难度啦。安那高难度，唔是干那偷美国就好，日本你嘛爱偷啊。你日本爱偷，日本天皇伊若无同意讲，互你台湾来自治，安尼的时阵，你要家己要个建国都无可能，因为我已经讲几啊摆。有的人伊讲，伊讲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s 日本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，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权利，啊，加迄个力量的力，啊，加这个主张。各位，你爱注意呢，伊个旧金山和平条 renounces 是放弃。那咱的台语讲放弃，安就放弃，敢若袂做放弃，伊也无扣到倒转啊。但其实一个放弃，即句英语来讲啊。日本这个美国的放弃啊，有几个单字呢？简单来讲，什么叫做 renounces？renounces 哦，放弃，伊会当够扣倒转来，迄是一种放弃。demand 就是放弃，我不爱滴啊，就永远不爱滴啊。所以你要看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伊写 renounces 放弃，所以伊的放弃唔是讲伊放弃啊。所以有人咱台湾唔知道这个战争话讲啊，日本政府放弃啊，啊咱台湾人民已经扣掉啊。包括咱迄个死神嘛，安尼讲，啊，都已经台湾人民扣着啊，啊，最后就是台湾人判死，因为伊这个法律内底讲啊真清楚 ，Japan 就是日本政府 renounces all rights, title and claim， 所以吉田茂啊，就是签迄个旧金山和平，调迄个日本迄当的首相，伊讲一句话，伊出一本册叫做《The World in Japan》，世界加日本，第。内底263页来咧讲啊，163页来咧讲啊，真清楚。我日本政府只不过敢那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（right of sovereignty）。讲到这个 sovereignty 啊，坦白讲啊，这就够晦气啊。因为中国人将来唔捌有迄个 sovereignty 迄个即字啦，主权啊。什么叫主权？那以中国人的文字内底啊，到什么时阵才出现这个 sovereignty？ 一直到最近啊。差不多清朝以后啊，才有出现这个 sovereignty。所以这个 sovereignty 啊，甲解释讲主权，他没讲啊，迄、那个意思啊，不是完全的对的。这个 ownership 有人讲迄是主权，所以这个主权这种干用英文写出来，其他你来用汉字啊，他没讲这个解释啊，就差一大倍去。所以你啊看，你看这你就知影。所以是啊，那这国际法的朴素啊，这尼啊侪朴素，包括日本在内。伊这对日英文的翻译啊，他们讲无遐简单啊。
你读这个英文，你就要融会贯通。这个贯通不是只这样贯通而已，你想看看，以前美国的惯例，就是美国跟人战争的惯例，世界这个战争法的这个惯例啊，不是用条文写的哦，惯例不是写条文的哦，不是说其他的法律，说刑法有条文，第一条啥，第二条啥，第三条，民书里面说第一条啥，第二条啥，不好意思，哦，唯独这个战争法啦，没有条文，无讲一二三四，唔想了一下，所以这个所谓的战争法，在咱现主持这个世界内底，分做五种，这个五种就是你这五种爱读过书以后，你才我都融会贯通，你才我都讲台湾的地位。这五种是啥？我有甲各位报告过，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旧金红十字会有关战争部分的总章程。第四点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；第五点，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三千几条。你就要将这五种的物件，该融会贯通以后，你才会当来知影讲什么是间接法。所以战争法在这个全世界内底啊，非常特别的一个物件。明年的三月还是四月，咱台湾民政府要举办国际间接法的研讨会。这个国际战争法的研讨会啊，我们邀请十个国家，这十个国家就是中国、日本、美国、咱台湾，搁这个叫做澳大利亚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南非甲澳大利亚。所以咱啊，这个十个国家是现主持的社会内底国家，全世界内底啊是真强的国家。咱啊，这个十个国家邀请来以后，咱个写下来以后，咱要将这个研究的结果啊，要甲全世界这十个国家讲，甲因讲以后就后摆呐战争，你来叫战争法。咱虽然台湾真小，咱无法度甲伊对抗，尤其武力，台湾绝对唔是因遐国家的对手。但是呢，咱有头脑，咱的头脑是比迄个武器搁较厉害。所以咱台湾人爱用智慧，爱用现主持全世界已经有的法律来甲因对抗。咱若甲伊对抗的时阵呐，虽然咱人少，虽然咱较细粒，但是呢，咱的拳头母啊，比起来呢，真大粒。美国看到这，伊嘛惊哩。所以呢，美国伊嘛感觉讲，嗨啦，你台湾哦，诶，这方面的研究啊，已经炉火纯青呢。所以呢，美国伊袂当甲恁欺负，伊若讲唔对，咱就甲告，咱就用法律啊。所以爱多讲爱请啊，免唔免？所以有个人甲我讲哦，诶，秘书长，我来准备请，我会当买请革命。我若讲买革命哦，做你去，买死小你小起大声。所以现主持台湾有一挂团体讲，咱都要武装革命啦，叫伊去死。咱无要相信迄套，咱用什么？咱用咱的头壳，咱用咱的法律的常识来甲写。因为法律是这个世界这强的国家所做，伊也遵守。啊，你讲好唔好啊？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投降。日本天皇投降的时阵啊，是由日本天皇宣布的，所以你不能叫是讲伊这个投降啊，不是日本政府宣布的。日本天皇宣布的时阵，表示什么啊？迄当阵的日本的天皇和迄个日本政府是无共款哦。日本政府任命首相，叫做这个国家，你要这个首相来统治因全日本，替日本天皇来统治。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已经将日本天皇的权力甲提掉。所以变作讲，日本的天皇已经将国家的代志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就是迄摆新日本政府。这个新日本政府，伊那阵是要阁照伊原来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的时阵啊，安尼，今日日本国家和大日本帝国是同款的，因为宪法甲改掉呀，第四条甲改掉，就是皇帝的权力；第九条将日本的武装改改掉。所以这两个叫概率到底啊，这个日本的政府就是已经变成新的日本政府，也不是旧的日本天皇，就是不是新的大日本国。以前咱台湾是因为在1945年的4月7日，日本天皇的诏书宣布，和台湾人参政权加参战权。有的人会讲，伊讲啊，都战争要结束啊，8月15日战争结束的时阵啊，不是结束啊，停战啊。战争结束停战的时阵啊，安尼因为4个半月尔啦，无准算。伊讲的小可有道理，但是
日本人无遐戆，伊伫四月初一任命以后，互咱台湾派五个议员去参加，五个议员众议员去参加开会。各位，这五个议员去日本参加开会，迄个时阵开始算，台湾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自从咱的论述讲以后，讲啊遮尔啊清楚以后，中国又惊到，所以中国由南京军区的司令员，伊呢？伊去任命，伊去拜托迄个武汉大学83名诶，即个大学教授啊，去研究战争法。所以呢，自迄个以后到今日为止3年外4年啊，中国从此没有再讲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伊即马话讲啥？台湾是中国的 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。看错啦，这啦，咱也唔知啊。戆戆听伊个，就是台湾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。但是即马知影，咱讲歹势，我唔是。伊即马改为改是核心利益。啥物叫核心利益？啥物叫核心利益？他们讲我唔知影呢。这个核心利益是啥物呢？我唔知影呢。就敢若李登辉讲一句话，我听无，大家拢听无。我唔知你听无啊？伊讲一句啥？我不是我的我。你有听无？听话，请你举手。我唔是我的我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唔是我的我，我问李登辉啦。迄当阵我有去引导嘛。哎，李先生，我报告总统啦。啊，你曾经讲过哈，我不是我的我。我讲歹势，我头脑较无好哦。啊，我看无呢。伊甲讲啥呢？我害怕跋倒。伊讲哦，我嘛唔知影意思呢。我不是我的。其实这句话是啥物话？台湾就是我不是我的我嘛。真正你根本都唔知道你家是啥物人嘛，所以我即马要讲的是正港美国政府和我伫沟通的时阵，甲我讲一句话，你听清楚啊！你为即个我袂当讲啊真清楚，但是我要讲遮，你当听有。伊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你台湾2300万人，其中的300万人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所以真正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是敢若2000万人尔尔，2000万人内底有一半。超1000万，自认为讲伊是中国人，所以另外1000人则是本土台湾人。自认为哦，唔是法律上这2000万人是本土台湾人，但是自认为家己认为啦，所以1000万人。所以这个1000万人内底，每一年你台湾呐，准有咧投票的时阵，有67%的人去投票。所以这67%呐，1000万人，67%就是啥，670万，对不对？670万内底有投票权的，差不多一半，啊，一半就335万，对不对？335万，听清楚哦。联合国当时对当地问题投票，要公投投票的时阵啊，12.5%，伊就甲伊承认讲 ，OK， 你独立啊。今日美国政府甲咱讲，公民投票伫你台湾已经无可能。因为台湾有中国人甲台湾人，所以袂当公民投票。即卖真正公民投票是啥物物件？就是咱的身份证啦。咱的迄份身份证就是代替的公民投票啦。所以这个公民投票，只要若有到12.5%，咱就会当向当时最高法院判决讲庭审迄个待审的迄个案件，就是我告美国迄个案件。给他告诉他，给他看我有这么多人已经拿到公民身份证，国民身份证，所以请你宣布叫美国的军事政府跟美国的国务院政权分给台湾人啦。各位，你的破声太小，怎么说呢？这是很大的事情，你不来听有啊，听无呢？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一个人无法度，在座拢总加起来嘛无法度。虽然无真济啦，超几万人，差不多37万人啦。37万人咱有法度无？咱呐一个人哦，嘛还阁无法度呢。所以都要转去，大家去甲国务，国务啥来申请身份证？身份证即马申请，虽然咱的公民权利法案，虽然咱这办啊真轻松。你也看卖啊，是安怎？中华民国唔敢甲咱处理，唔敢甲大家人处理，
因为咱有一个公民权利法案，伊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刑法、中华民国宪法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唔是中国人，我唔是中华民国人，所以伊用中华民国刑法还是这个做民法，要甲处理，一旦甲处理无，当然不可以。伊若要甲处理，真简单，我提出讲，我有这本，我这本嘛是经过美国同意的，叫做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，我的身份证是照这个法案来处理的。我伫办这个身份证是完全照国际法、照健全法来办的。这个代志，什么人可能够做靠山？奥巴马、希拉瑞、CIA。所以呢，是安怎咱会当一摆过去比一摆报纸愈顶愈大？拄啊开始伫顶迄个七月报纸的时阵啊，大家有惊到，惊到的时阵，大家呐无唔，本来唔敢来受的哦，看到迄个报纸，所以咱的第七届呢，爆满了250个。到尾300个，吼、哦，迄人坐到拢满满满嘞，啊，挤袂过呢，受训啊，还是高级班啊，啊，这个也做，迄个时阵啊，伫迄个时阵啊，大家有看到报纸嘛？但是还阁有一挂人来甲我讲，因为我嘛无看到报纸，啊，好，你敢讲你无看到报纸？我开200万，不是我开啦吼，迄人开吼，200万自由时报头版甲顶落去，安、啊、你有看无？我嗯，啊有，还阁无看无？请你举手者，有啊？你无看啊？啊、哦，无开人，你开200万，安尼，你可能你看联合报吼，啊，联合报吼，啊，无联合报，搁甲顶互中国人看好唔好？哎、欸，你当然好，你免开钱啊，大家拢好，你看看，好啦，恁来，安尼我甲迄人讲啦，顶落去，含联合报甲你顶，苹果日报搁甲你顶落去，你那苹果日报顶苹果日报爱来爱开偌济钱嘛？350万呢，头版爱350万，你知唔知？无简单呢，吼！但是呢，即卖呢，美国政府啊，敢听咱的话，咱也安那个要求哦。因为坦白讲啊，咱台湾民众是政府呢，我毋是政党呢，无叫大家去交迄个党费呢。咱毋是政党，咱去交党费，没有党费呢，干哪有啥？拢免交钱，你本来就是台湾民政府的人啊。但是你要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提出来。身份证啥啥？中华民国身份证。那恁叫我查身份证，你举手看麦。啊，你甲看麦，你看你的身份证摕出来看，看是不是中华民国身份证？啊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国民对啦，但是顶完写中华民国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证明你台湾人。啊，你甲看你的钞票，你有100块还是1000块、500？你甲看。啊，铜板嘛，我紧。你甲看麦，内底拢有写啥？中华民国。啊，所以美国讲啊，啊，你当时是台湾人。你当时台湾人，所以你即马转去，你用同款即个咧，甲你的朋友讲啊，你有钞票哦，你甲问看麦啊，摕起来看麦啊，顶完写啥？中华民国。啊，你若有身份证摕出来看麦啊，中华民国。啊，你讲你台湾，若要入美国海关啊，伊会甲你刁呢。即马开始已经有3个甲你刁啊呢。你 I-94、I-94 入境表，你写的是啥？我是台湾人，歹势你毋是台湾人，所以。听好清楚哦！中华民国伫5月份讲，中华民国护照会当免签证，有无？4月份的时候，我来个吐槽，我若会当免签证，我从头剁互恁做椅仔坐，剁会去无？剁袂去。你即马佫讲10月啦，即马9月23对不对？佫再一礼拜就10月啊啦。好啦，互你讲到10月底啦。中华民国护照乃当摕到免签证啊，我来头剁互你做椅仔坐啦。啊，你免拍手呀！人喺美国嘅议员讲一句话足趣味嘅呢，伊讲吼，10月美国可能哦，哈，可能哦，要让中华民国嘅人免签证，有啊，但是美国司法部、国家安全部不允许。你看咧报纸哪写？中华民国报纸哪写？好这尼啊大批吴敦义讲迄什么人啊？做马英九讲迄啊？即马大家都在烦恼呢。所以我嘛甲美国讲，恁无代无志发表迄是啊唱对台戏呢？啊，你一方面甲我讲绝对无可能，一方面阁要予伊免签证。啊，你一方面承认爱奈提夫爱写台湾，啊，你中华民国的人摕迄中华民国要予伊入去？我你是拆我的台吗？安尼我民进党结束好啦。因为没有，你要看清楚。阿爸看清楚啊，对不起，
人伊是啥讲吼？可能给你免签证，但是国安局甲国防部不允许。除了你不爱台湾嘛，除了你，你个护照拢登假嘛，你钱开假嘛，所以啊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，无可能。你甲看伊即马派去金虎通去，因为袁建生伊讲要甲马英九联络很困难，啊，伊找伊个好朋友嘛，伊个好朋友金虎通嘛，吼、哦，因个好朋友随时可以找到他，予伊去做伊在美国的大使。伊这人毋是外交官呢。啊，要互伊做代志，伊要讲啥？我甲你讲，迄就是秘密啊！秘啥物秘密？伊知影中华民国、美国毋知要怎甲处理，伊即摆去拜托国务院，我甲你讲，国务院昨日甲杀，用歹势。中华民国要怎处理，都爱问国防部，因为军事占领的人是国防部做的呢，毋是国务院做的呢。所以你若讲国务院做的，安尼国务院就能解决嘛？啊，若国防部的，你也甲国防部讲。啊，即摆国防部。要来这个 AIT 啊，迄是200多平的土地呢，这200多平租偌久？你绝对唔爱看去全世界有这款契约书啦，99年加99年，而且如果到期的时候还可以再延续。你敢捌看到这款契约？哪捌看？你敢去我看麦？你唔捌看过啦？全世界有三个所在这款的契约啦，啊，这款的契约第一个伫对古巴的关塔那莫湾。这个古巴迄关塔那莫湾有这个契约是安怎讲？嘛是99年，搁再99年，时间一到，可以再延。啊，爱租金哦，爱租金，每年美国将伊的租金甲加伫银迄个银行内底，叫迄个卡斯楚去领。卡斯楚说：“我不愿意租给你，歹势，约恁签咩呢？”不管你啥物人，去当时去华大的人签咩呢？啊，那签咩爱遵守无？爱不爱阿面那这细声呢？对啊，这就爱啊，国际法来这讲的啊，你要遵守啊。啊，所以伊无论安怎抗议无效，所以美国99年搁在安怎奇怪，安奈袂讲啥子永远租借，敢袂使？美国的宪法有规定呢，你袂当讲讲定一个契约讲吼，啊做永远租借啦，啊这永远租借变你爷嘛，啊变你爷呐，这违反战争法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嘛。啊，违反啊！变一变，什么条？迄个咯，就是租借嘛。啊，租借99年，搁再99年，啊，还可以再续租。啊，美丽也无是啥。啊，我你租金你定好啊。啊，即马租金定好，等下我讲故事给你听。我讲美国人头脑要死好，我跟你讲，第二个所在啦，普天间基地啦。普天间基地租偌久？99年，搁再99年，同时可以续租。啊，这上面人签咩？佐藤荣作啦，甲什么人？甲尼克森签的啦。安尼，这琉球献给日本啦。啊，这个佐藤荣作签了，伊唔敢提转去日本呢。啊，唔敢提转伊这个签约啦，提转引导坑。消息哦，提转引导坑呢。啊，即嘛佐藤荣作，啊即嘛，所以日本的迄个一个经贸贵人的迄个首相叫做那个鸠山呐、啊，哈达亚马。哈达亚马呐，伊讲你美军给我撤退。给我离开普天间基地，我不租给你了。美国讲，你讲什么笑话？所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人提迄个契约书，伊要去访问日本，伊经过台湾。我跟你讲，我有看，伊在提这个契约给哈达亚马看。我问你，这个契约书有算啊无？伊在咧看，嗨啦！啊，行，王贵啊，讲迄话遐尼啊大声，安那？只有那失职，所以哈达咩落台。啊，迄、那个契约书甲普天间基地，甲咱的这里啊做金葫芦诶，一模一样，99年加99年到期可以续约。各位，过来，美国做这个普天这个做金葫芦100号，甲啥物人做诶？甲啥做？你知无？福尔摩沙基金会啊。唔是甲你政府做呢，啊！我占领，我来用做，要创啥？我甲你叫你去设一个基金会，啊！这个基金会甲美国甲签约，啊！你看麦，你也看麦，啊！有趣味无？啊！租金做一摆付乎你呢，到时靠你租金付乎你呢。所以吼，这美国吼，伊是先法律啦。我看讲伊是先法律，我会当讲啥？
我无法度讲啥，伊合法，啊无你莫签嘛，啊你就签嘛，啊所以咱的禁服日就是到十九年，搁再到十九年，啊还可以续约。来，这三块所在是安怎？迄个政府，当地政府会当同意讲，可以做到十九年，搁再到十九年，为什么？啊奇怪呢，啊那苏联不爱跟你签约，到十九年，搁再到十九年。啊，是讲是按这英国来跟你签约，到十九年，到九年，是安怎？各位，战争的关系，占领的关系啦，占领，这是占领啦。而且这个占领，就是有两个当事人的两个国家啦。美国当时跟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战书将波多黎各、古巴、关岛跟菲律宾挂给美国。啊！美国看坏，哎，这个古巴这个所在离我美国正近吼，啊，这个我若无甲顾好掉，是搞我麻烦。所以呢，伊要哦，伊经过1899年甲1902年，吼，古巴独立的时阵啊，伊特别迄个所在甲做起来。你若要独立，我讲这个所在我要做九十九年，搁再99年，啊，你同不同意？坦白讲啊，那咱一定同意的啦。啊，伊要放互你独立嘛？啊，你要同意嘛？侬会同意？当即卖时空无共款啊，咱即卖要讲咱独立啊，歹势。伊讲，伊要我，因为我放互你独立，你也不能独立啊，是安那？爱问主权的主权者啊，日本天皇啊。所以咱是告美国去引日本号出来，啊了，我去引日本号出来呀，去甲美国讲，因为我甲日本天皇讲哦，我要自治，甲要旗啊，啊日本天皇讲，好好好，伊拢无讲啦，但是伊下手讲好啦，你有听到无？你拢袂晓配合呢？你有听到无？有啦吼，日本听有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甲美国讲有讲啊，美国笑甲要嗨呢。啊，伊笑伊袂当甲我反驳啊，伊也无好听，伊也无听到讲他说不好啊。所以今年我要去200个，然后你来报名。你若经济能力有诶，我拜托恁啦。上不买来斗进200个，今麦阁欠37个，38000尔尔啦，较欠咧啦。咱前今年年头的时阵，我讲吼，啊一个月欠4000块、5000块，啊欠到年底就有钱啦。啊，即马佫甲恁讲这个话有较远啦。即马九月嘛，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4个月，啊一个月还欠偌济？9000块，吼、哦，啊10000块啦，一个月欠10000块啦，啊你就当去啊嘛，啊你会当参加无？拜托的好唔好啊？你讲讲好呢，好的举手我看，真啊假啦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手放落来。啊，那你那爱我要去呢，甲迄个黄小姐报名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哦报了哈，好好啊。啊，其他人哦，其他人嘛讲好好呢，我有听到呢。你那乌白话呢？不啊，我要紧啦，有迄个心开要紧啦哈。但是我是真正希望讲，咱呐有机会啦哈，啊，有迄个经济能力哈去啦，因为去袂绕你开啦。今日咱去印度的迄个访问团，今日出发50个。啊、哦，今嘛出来，因2点半的飞机要去香港，啊，为香港呢转去这个德里，啊，为德里啊转去迄个啊，做德兰沙啦，啊，为德兰沙啦，搁是6点钟过的巴士入去，啊，为迄个头前的一个城市了，坐去德兰沙啦啦，啊，真辛苦，但是这边是真正的国事访问，国家对国家，一个是吐蕃自治政府。中央自治政府，啊，个另外是台湾民政府，啊，这是美国给咱安排，哦，叫咱去访问。这边真无简单呢，达赖喇嘛要出面，伊的总理、伊的副总理，啊，个有44个议员拢要出面。你毋通看伊呢，叫伊讲因落后，迄李英霞读甲戆戆啊。哎，开说明会的时阵哦，讲哦，要注意，大家在哩炸猪啊，爱炸汤匙啊啦，伊拢用手摕饭来食啦。这个消息哦。迄、那个西藏人一个听了气甲要死，用迄个咱的迄个总，迄个做迄个副，咱的驻美代表甲骂甲要害。你是去什么款的旅行社啦？什么用手食饭啦？我哪有安尼？什么都爱炸卫生纸？伊讲你来吼，阮是用国家去甲你招待呢，嘛是有抽水马桶，有足歹势。好、哦，迄个已经是武器吼，拢飞去啊！啊，所以呢，有真侪人啊，到迄个总理，这个蔡明华回来吼，迄卫生纸摕出来吼，啊，迄、那个也做，刀，迄个筷子摕掉啦吼，刀签，我啥物啊吼，大概是笑到要害，伊甲我讲，我们有歌剧院呢，
你们都没有歌剧院，你还能够跟我们比吗？那个有歌剧院？没呢，我们有歌剧院呢。那个我们有歌剧院，你要牛排馆，牛排馆有没有牛排馆？要日本餐，我们有日本餐。全世界拢伫阮遮，有迄个技巧，有迄个迄设施呢。啊，你来讲啥呢？我出事嘞，害我一个甲回失嘞。我唔知道，我着李英霞甲我讲诶，伊讲比咱较进步呢。当然我即摆还阁唔知啦吼，因即摆去八天啦吼，八天才收偌济钱，你知无？你咪知无？三万块，八天哦，三万块，那才俗。啊，你有俗无？感觉有俗伊举手，啊，感觉无俗伊举手。当然嘛俗，是安怎？民政府补贴三万嘛。民政，你敢若坐飞机吼？为台北坐到香港，为香港坐到印度，因为印度佫坐到迄个德兰萨拉头前的城市，敢若即六座就四万几块啊啦！我本来想无人要去，因为印度嘛，我印象内底讲印度哦，足善的哦啊迄、那个，因为坦白讲哦，印度人拢食迄个啥，食迄个啥，迄个叫做咖喱啦吼，啊食咖喱啊吼，我身躯顶有一种味的吼。啊，我讲，哎，可能无人要去啦。哇，一个讲安尼啊，无人要去啊，无安尼收三万就好啦。啊，剩嘞吼，政府来补贴安尼啦。一个公布吼，我阁无注意哦。甲第三天尔呢，我问讲，咱的迄新闻的潘大臣啊，潘信贤啊，讲啊报几个？报五十个啦。我停，安尼就好啊。报一个了三万，报一个了三万。落来吼，我算较小人啦吼，我讲安尼啦。你去德兰萨拉吼，你若无去日本哦，你也甲我补三万。啊，这五十个讲哦，我本来就要日本啊。啊，无法度嘞吼，啊就啊，所以这百五万哦，都一定爱出来。啊，好在我就甲迄要求讲吼，我这是要宣传的。啊，你叫我去的啊，啊所以我负担一半，你也负担一半，爱同意啦吼。啊，所以伊就补一半。各位，咱是足好运的呢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日本这个团哈、哦，我相信各位哈、哦，啊，那参加哈、哦，美食列列啦。因为迄阵在了 Christmas 圣诞节嘞，圣诞节机票足贵的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佫真好，因为即马因为中国伫抵制日本吼、哦，无要去对哇。哇，咱去足臭屁的，我无甲你骗，就咱是两百几个去吼、哦，迄日本人若无足甲你欢迎吼、哦，伫街头甲你拥抱吼、哦，送你礼物，我随在你啦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这个时阵，中国人歪到伊，很难去啊，对不对？我啊跟你讲，去的人拢中到啦，我绝对跟你保证这点啦。啊，而且咱即马伫遐咧宣传，啊，搁这边迄个前的国务，这个国防部部长，迄、那个防卫厅的厅长来了，搁听咱讲讲了，吼、哦，有够感动呢。因为我甲讲吼，我你日本人是日本天皇的国民呢。啊，阮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呢，阮臣民比你国民较大一级呢。我讲将来台湾人要管理日本人呢，哈，较无影。啊，我一个讲这個法律我听，伊讲有可能呢。啊，所以伊就等于讲吼，安尼我嘛要登在日本天皇的名下，我嘛要做臣民，无恁做你卖做我紧。啊，所以即摆日本我甲你保证，伫这半年内底啊，咱这个论述伫日本吼、啊、绝对足风行的。所以伊个甲我讲啥呢？伊讲你给我一点时间，你给我三个月，我给你保证转日本哦，一定支持台湾民政府，一定支持日本，你讲咧好唔好啊？爱用智慧，咱这个 petition 哦，有两个对不对？一个九月初二的，一个九月初八，九月初二的 petition 已经过关了啦，十七就过关了啦，按两万五千人，你只有台湾人签两万五千啊，怕死嘛无爱签，唔是不爱签啦，伊袂晓签啦。你电脑也应该无几个人啊！啊，咱另外一个九月七八吼，即马是千外个尔啦，还袂过关啦。但是我可能即马会过关啦，因为安那，因为咱去参加日本靖国神社的会员，咱吼六百个甲加落吼，甲遐日本十万人个，甲日本人讲吼，阮甲你拢同款，阮拢祭拜日本的靖国神社的台湾人，所以你一定爱徛去咱两个人拢种同款的情形之下。你也给他支持，所以这十万人一定要上网去投票支持台湾民政府，啊，你有巧无？拍手。所以你伫外口伫做代志吼，赶快爱用方法啦。
你甲你的同学、甲你的朋友讲吼，来参加台湾民进，你会向骂死的。因为伊唔知，伊都唔捌听过嘛，对不对？是你甲你编嘛，所以甲美国人讲的，本土台湾人10,000,000人认为伊是中国人，但是剩的10,000,000人认为伊是本土台湾人。所以这10,000,000人的本迄个中国人，台湾人的中国人，你莫插伊，咱唔免伊啊。咱干那叫400,000人来签这个身份证，咱就得到证款啊。安尼有简单无？有无？足简单的呐，唔免多，唔免请400,000人签一份身份证，得到证款，训练4,000名，这4,000名等于是以前国民党伫这个1949年的时阵，入来台湾的时阵啊，伊只1,000名一人来尔尔。那1,000名就来管理台湾了呢，咱这4,000名要来管台湾有什么困难？没有困难啊。所以呢，你唔通唔免怀疑啦。我这边跟你讲的，唔是跟你演习呢，这是真的事情呢。马上在你的眼睛内底，你的目睭金金会当看到一个国家起来，啊，一个国家消灭呢。17号拜一的时阵，你自由时报头一摆你拢有看对不对？顶端有写一个中华民国的墓碑呢，你有看那个墓碑无？那是伫中国的南京呢。啊，所以咱迄个文章一个顶出来，有啥人、啥物人甲咱反对？无呢？有啥物人敢甲咱呛跳出来甲咱呛声？无呢？咱咧拢熟悉啦。中华民国1912年到1949年伫建都南京，这是伊的墓碑啊。我讲中华民国的死啊，安尼有成无？这是墓碑嘛，对不对？对后摆吼、哦，看要放在地吼，咱搁甲写一个流亡政府的墓碑。所以台湾人戆，台湾人还搁骂中华民国，遐拢笑的。民进党还搁骂中华民国，拢笑的，伊咧甲你骗嘛？因为以前甲你讲反共抗日、反共大陆有无？袂输敢大陆伊个咧。各位，台湾从来没有拥有过台迄、那个中国嘛，敢毋是？敢若伊来甲你占领尔嘛？啊，你竟然只啊，佮反过来讲要反攻大陆？反攻大陆是你中国人的代志呢？佮我台湾人有何关啊？中国人叫咱台湾开始做兵是当时开始做，你敢知？1949年12月第一提出的，1949年12月第一提出叫咱台湾去做兵。所以要讲嘛苦呢，我让你占领，我不应该叫我去做兵呢。啊，你叫中华民国人，叫我台湾人去做兵。所以我讲哦，我今嘛不爱受气啦，因为今嘛受气，伊会知影，伊嘛踹你蛋，你知？伊先踹你蛋讲啥？要是这个林先，这个 Roger 这么歹，啊，我若倒等于美国入面的时阵哦，你是不是要甲要求赔偿？我拢爱讲啦，哇，先进来再说嘛，入来以后就没有再说了。我跟你讲。但是我爱讲较济啦，咱的钱足济啦，咱若要叫美国来赔，赔袂煞啦。我刚刚讲一个简单的例，互你听啦，你要听无？袂啦吼，像因为伫传播吼，我来讲啦，因为我讲几啊摆过啊。第，我做兵2年，做3年啊，你要叫我要甲赔偌济？我袂当甲叫我去做兵呢。我做兵代表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伫国际法内底，当兵等于效忠。效忠谁？咱效忠谁？中华民国啊！做兵是做中华民国的兵啊，是效忠中华民国啊！不是，我台湾人爱效忠日本天皇才对呢。啊，你叫我效忠中华民国，你不对了呢。所以我若去效忠中华民国，是你甲我逼的呢。你家自己穿着我后壁甲堵掉呢。我讲你爱去做兵，啊，你若无做兵，有叫你爱乖？有啊，有迄种人啊，这就证明啊。所以你美国爱赔。啊，即摆比如讲，啊，我免哪赔，豆豆啊算。所以吼、哦，推下面的台湾人去做3年，讲啊，最后一年什么命令了，什么话都要赔有啊？哦，迄、那个特什么话有啊？特哈？故意特，迄碗粿特，迄种乌白讲啦，3年要赔一年，什么叫赔一年尔？3年总赔。啊，即摆中华民国第二，所以伊吼、哦，我讲伊绝对袂久啦。开始准备在浪港啊！啊，这个浪港啊，我讲伊走袂去啦，走去金门、马祖吼、
虽然金门妈祖是我甲你金门妈祖拍卖，哎呀，足欢喜的啊！你民政府来投标，我金门妈祖袂好你，我才不爱滴咧，我还要死哦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，这个一个代志，第二个，轰炸台湾的重建基地那边讲啦，吼、哦，第二个，美国讲一个美元有无？1952年4月28日生效以后，伊予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这段时间，伊叫中华民国去买武器，有无？有无？买武器，什么人立旗的？台湾人呢？我台湾人立旗，啊！你买中华民国的武器，因为我是台湾人嘛，所以你就要承认讲你是台湾人，你才分得到钱呢。你若承认讲你是中国人，你分袂着钱呢。所以你若无申请台湾迄张身份证，你毋是台湾人啊。所以我毋免付你钱，应该啊。安敢无道理？你若是台湾人，你会当分着钱。你的老人年金是800块加1200块美金呢，一个月啦。我呢，我还过几啊年才摕到啦。但是我嘛要拍拼，因为拍拼几啊年，65岁以后我咪当摕到啊。我当然要争取我的福利啊，敢毋是？啊，咱遮在座65岁以上有几个？举手者，我看嘛。安尼哦，好手，好，你拢马上摕得到啦，有够爽。吼、哦，啊，800块加1200块，你爱做代志吗？免啦啦。哦，无要紧啦，迄拢爱福利的啦，爱福利就爱福利啦，咱无爱消费券，但是，你若讲有一挂国民党诶吼，未当分啦。因为不是台湾人嘛，你不是台湾人，我给你老年年金要创啥？我讲有理无？所以咱来个规定，你到今年以前，你若无申请台湾人的美国要入来以前，你也未申请的，表示你放弃老年年金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拍手。我唔相信遐人歪申请，你做你卖申请无要紧。啊，正台币就是美国军政府入来，咱马上给。这个权力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，咱就宣布，咱要印正台币，正港的正正台币，伊印新台币对不对？伊的新台币一块，甲你换40000块，会记哩无？我别讲，你哪会记？你人你也袂出事啦。你的阿公知有啦，我知啦，有几个会记啦？1949年6月15日印的啦。咱即马嘛爱报复呢，咱即马哦正台币哦。那咱台湾人一块换一块啦，啊，每一块等于是啊，一只啦，你哪有看啊？有啊，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，咱有证明呢，我咪乌白讲的呢，各位。民政府来执政的时阵啊，一块的正台币啊，等于一块的美金，我要对美国行。啊，迄个时阵啊，一块换一块，有迄个身份证的哦，我先讲好清楚啊。有身份证的，一块换一块。啊，你若替遐中国人来换钱啊，我甲你当作贪污，甲你清查。安尼有理无？你讲的哦，拍手。啊，那国民党的人40000换一块。你过去40000块敢换一块呢？我即经过遮侪年啊，我换40000，我一块甲你换40000，敢有啥物酷刑？敢有酷刑？啊，若要按照比例来算，要1200块5万，1200块5万，什么人？国民党的高干，1200块5万换一块。我听你讲，连前村两粒鸡卵尔。啊，即摆吼，因听我这演讲，我讲因拢伫甲我偷听呢。啊，这偷听吼，有人足紧张的呢，因拢足紧张的呢，吼。啊，这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到今日为止，没有批评。没有讲咱台湾民政府的坏话呢，到今拢无呢。讲咱做啊遮侪代志啊，顶报都顶到安尼啊，拢无甲咱批评呢。咱去靖国神社150个去呢，拢无代志呢，奇怪呢。啊，这中国人拢唔知嘛，其实伊唔是唔知啊。伊敢若有叫一个北京的教授啊，伫香港甲你批。哦，有一批台湾人呐、啊，自甘为日本人。不好意思呢，我这个日本人是日本天皇的日本人呢，不是现在日本人呢。你批评咱啊，但是批评咱啊，啊，无你是什么人？你讲共产党啊，你唔是讲中国人？啊，若讲哦，神圣不可分割，中国迄块土地是什么人的？元朝嘛，啊，就蒙古的嘛，
啊，所以应该是很主席的蒙古啊，应该宣布说中国是蒙古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你向我蒙古嘛，蒙古来个来个统治嘛，干啥呢？你若要闽南讲了，照照道理来嘛。你袂让你的规矩，你家己定的呢？全世界叫国际化，所以明年三月四月，咱要举办这个国际战争化研讨会，和十个强的国家请来。我甲伊讲，我要请恁来，所有的费用台湾民众负担。我甲你讲哦，世界嘛拢同款，你遐专家吼、哦，嘛是下级下家啦。我专机叫你来，我当然我会找什么人来处理你啊？啊，你啊，家己爱听有，你啊看有呢。哦，你若常常入来听课的，你就看无啊。我讲迄落去记啥？可以去负担吗？啊，负担了后，我就要求全世界，请你们按照战争法处理原来大日本帝国的所有的土地。啊，台湾有过关无？所以咱在座各位。恁来伫遮上课，恁即马坐个位置，后摆就遐国际法的专家伫遮坐个位置啦。恁伫遮食个饭，就是因伫食个饭啦。安尼无觉得很光荣吗？咱即马我甲你讲，咱即马欠人啦，四千名，迄、那个要搁差超一千八百名啦。我拜托咱各位啦，你毋通乌白叫哈。你也感觉这個人袂歹，鼓励伊来，尤其少年啊。我们少年一定要给他重用，所以我有跟这个日本主义有跟他讲，我跟申请五家的防卫舰，这五家防卫舰，我要给他放在与那国岛，咱有黑熊部队，黑熊部队这样有100名，我要再征求120名35岁以后的少年的，还没做过兵的，做过海军上校，这220名，年底我要给他派去日本受训。你要给他派去与那国岛，坐去国家的巡洋舰，来尖阁群岛钓鱼台，和日本共同保护咱家己的土地，好唔好？同时，甲日本讲，渔场要开放给台湾人，因为以前日本时代钓鱼台。尖阁群岛迄个渔场啊，掠鱼的这个场啊，就是咱台北州、咱台北伫用的，爱照常保持。啊，若咱要去，日本政府绝对点点。你讲对不对？对。遮细声。我甲你讲啊，我已经甲迄个爱知哈、啊、河南啊，我甲讲过啊，伊听起来有理，用伊等于要甲讲，要甲日本政府讲。神卡库就是尖阁群岛钓鱼台啊，渔场啊，开放吼台湾的渔民。啊，咱台湾民政府派人，由甲日本的驻地公家甲顾迄个钓鱼台，就是尖阁群岛，袂当予中国人去，袂当予中华民国的船去。啊，若去甲开炮，我甲你讲吼，我一定下令开炮的。但是我讲卖甲拍着。啊，上好伊甲咱开炮，啊，伊若开炮，我就美国投，啊，伊甲我拍，啊，伊若甲我拍，美国才出手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中国是毋是遮戆吼？我想是伊无遐戆呢。伊若拍你甲地吼，我甲你讲，伊的所谓领导者拢落台。伊讲这十八大，伊来会过关啦未？迄习近平、李克强，是毋是我都照伊原来计划吼去接盘？是一个问题。你在中国，因为迄个领导人安怎接班，你敢知影？知影无？那知影，举手我看麦。你知无？你知无？哦，你捌上过课啊？你有上过课有啊？有嘛？无啊？吼、哦，哈哈，举唔对。安尼有尊神。我甲你讲吼、哦，共产党伊个接班是安怎接？你知咩？就是，可别讲我是很主席的领导人，我会当指定我的后壁，佮后壁迄届。领导人就是江泽民指定胡锦涛啊，这个也做江泽民指定江泽民哈、哦，伊是不是啦？我讲不对，应该是这个做邓小平指定胡锦涛啊，即嘛江泽民指定习近平，对隔代啦，哦，
因为着惊讲变做皇帝坐嘛，所以因啊，伊拢隔代。所以我这代领导人，我就指定下下一任，哦，我指定指定哦，用指定哦，下下一任来做领导人。拄啊开始是可以的，哈、哦，拄啊开始的时候，但是时间一个过了哈，指定的领导人呐能力无够，你像即摆习近平，这个薄熙来伊就讲啊，我薄熙来。比你习近平有能力，我会讲英文，我坚持共产党。啊，应该我在接班呐、啊，薄熙来就安尼啊。啊，这习近平伊讲啊，我是上面指定的，上上一任的江泽民指定的啊。啊，所以紧接着伊就发生战迄、那个政争呢、啊。啊，这个薄熙来伊为着要做头，伊开始安那贪污。你来看迄个王立军写迄个回忆录，唔是回忆录啦，伊招供的遐话语，当然你不一定伫报纸你看有啦，但是呢，是美国 CIA 拢有摕到遮个资料啊。伊讲啥呢？伊讲伊做了，伊才知影讲夭寿钱遮好赚，啊，而且遮好赚哦，就是讲伊到一个所在吼，从即个地区内底所有遐好野人哦，一个一个唔是拢来啊，一个一个甲伊找麻烦。找麻烦，找你吼，甚至甲掠一关财产，甲宣布没收。哇！伊讲唔知遮尔啊有钱啦，所以伊是重庆做的时阵啊，遐有钱哦，一个一个拢互伊制造一个罪名啊，甲下狱，甲掠一关，甚至甲罗贝甲讲，你要不要把你的钱财全部交出来？你若要交出来，我就放你离开。有诶甲拍死，有诶全放伊去外国去。啊！但是伊所有钱拢总变伊是迄个薄熙来的钱，所以伊讲伊用遐个钱去收买伊共产党个中央遐人，收买甲会甲讲清清气气，所以到今日伊已经羽毛丰富啊！伊即摆羽毛丰富以后啊，即摆中国无法度对伊处分，共产党要甲开除袂去，因为安那伊除了从中央政治局遮人去甲买通以外。因为伊组织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啊，就是落到这个叫做迄个任命权，所以伊种任命权，互伊落到以后啊，伊薄熙来真巧，因老爸是军方的头，即马伫这个西南地区啊，云南这个部分啊，伊有足强的武装的迄个力量，所以最近呢，这个习近平失踪十一天啊，中国竟然三个军区戒严。第一个军区是成都军区，就是薄熙来的军区，薄熙来因老爸的军区啦。第二个就是济南军区，济南军区就是伊中央北京的地方，叫做济南军区。第三个是沈阳军区，就是习近平的老巢穴。照道理来讲，习近平的代志应该是迄个济南军区戒严，竟然两个军区也戒严，但你拢看袂到报纸啦，这部分拢是 CIA 提供下来。所以呢 ，CIA 有滴甲咱栽培，互咱知影中国一寡情形。所以你若上高级班的时阵，就是爱甲你教啥中国的国情。中国现准时是安怎？你唔通看讲，敢那美术敢那欠伊真济钱。美国即马一个 QE3 有无 ？QE3 是创啥？你敢知影？你敢看有？看有牙齿有啊？看有哈？啊，印钞票对。啊，印钞票要创啥？你听我清楚。你会记得无？美国现主席的副总统先去中国访问有啊，还无偌久尔嘛。中国的大学生，北京的大学生真巧，甲问啊，请问美国欠我那么多钱，那些钱安全吗？美国副总统讲很安全，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，安、啊、安全无？保护啊，真好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巴肚，你的胃外，咱甲你摕无？袂嘛？安尼有好，安尼保证安尼有好无？真好。中国的一个解放军的上校啊，伊等于讲，我是等于想想讲，哎、欸，不对呢，你肚子里面的一块肉啊，我要给你拿回来，可以拿吗？提袂回来啊，啊，那真正给你提回来，你都要晒绑出来啊，啊，变成大便啊，啊，迄不是变成大便以后就无效呀，啊，所以迄个钱啊，无得好讨，而且 QE3 就咧创车啦 ，QE3 美金无限制的印，直直印。现在大家都拼印钞票的，你看哦，今天全世界有这个块的钱去流通，美金占7块了，他现在直接印下去，中国会怎样？通货膨胀，而且美国也通货膨胀，但是美国可以控制全世界
发生金融危机的时阵，独独干那美国的美金啊，不会通货膨胀。啊，奇怪呢，全世界呐，这迄个金融危机吼，伫东南亚，迄国家拢逃去啊，拢惊呀，伊个钞票拢无去啊。但是干那美金啊，不贬值。你也看吼，伊即马伫，我直接预测互你听吼，你等于拿去写日记，你甲写起来。中迄个美国，迄个钞票印的哦，过过五年甲十年的中间啊，美国的钞票颜色啥物色？啥物色？绿色，对不对？五年甲十年，美国宣布。我的美金钞票改颜色，红色，改颜色为红色，不是不好，好了，改颜色为红色的时候，伊跟你宣布，你青色的两块换我红色的一块，按两块换一块，美国的币值呐恢复，博一个倒转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两块换一块的时候，40%的美金拢唔敢提出来，迄就是乌钱呐，包括。那个卖毒药啊，那个钱，包括其他你偷印的，拢提不出来。那个时阵的美国啊，很快的时间啊，就恢复原状。但是其他国家偷呢，我欠你中国偌济钱？10亿吼，啊我印20亿，行李，无好些嘛，10亿存一半尔嘛。啊你听有啊？贬值去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！我伊若甲你舞两摆哦，你中国就破产。安尼有搞无？啊！要甲伊叫伊战争，叫中国战争，伊无爱啊，伊唔吗？我即马甲你战争，你想看卖吼？美国当时欠英国，美国甲英国战争，英国战输，欠的少一笔勾销。啊！美国过来，佮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战输，欠的钱一笔勾销。现在中国跟美国如果要战争，战的到底中国绝对输的啦，啊战争一笔勾销，啊现在我要战，啊好你不要战要怎样，我用经济跟你战，我印钞票 QE3， 所以吼、哦、我吼美国起来吼、哦、很恶劣，其实很恶劣的，啊很恶劣不要紧啊，反正你跟他见面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你的卡位我给你摸掉，我一块正台币等于一块的台迄、那个美金，你贬值我对你贬值，你升值我对你升值，安尼敢有差？咱无钱，你都爱花啊！我的港口拢租予你啊！你讲卖讲干租内湖100号啦，100号啦，咱的港口大家嘛听好租去，啊你歹租，我紧我租予苏联咯。我租，敢那比亲像讲吼，伊本来伫印钞票。跟中国说、啊、我现在发行公债，你中国、啊、要给我买、哦、跟中国说要买，中国那个财政部部长怎么说，我才不买呢，我已经你已经欠我这么多钱，我给你买那个债券，大家你给我说，我怎么贪个派一个，美国怎么说呢、哦、你不买没有关系，我自己买，今天跟中国财政部长说不对呢，你自己买怎么买，你给你印钞票啊，啊，印钞票一年个嘞，美金就贬值啊！啊，美金贬值，原来欠上贬容易无去啊！伊讲停，我买。啊，即摆伊个买去啊！啊，即摆买去吼，即摆愈欠愈济啦。美国都无你惊嘞，我欠你，我就用印钞票给你就好啊！啊，即摆中国伊嘛真巧，伊嘛想啊，嗯安尼，我咧想吼、哦、人民币啊，伫全世界通行，啊，即全世界要通行啊，大家拢啊抵制啊！哦、美国的抵制啊，所以他无法度通行啊。啊，罗贝伊讲，哎，我不要，我外汇存底，我不要美金啦、啊，我换成英镑啦、啊，我换成欧币啦，有无？欧币在破产，了如此。各位，伊想想讲，安尼我还是当个买美金，啊，这买美金哦，伊一直咧个引诱伊战争，你是拢唔知啦，真正伊咧个引诱伊战争啦，为迄个北韩的代志啦，为这个间隔群岛啦，要甲引诱伊战争，伊不爱钱啊，啊不爱钱咩啦？美国最后发动 QE3 啊，就是印钞票，钞票就是印的去哦，甲战争同款啊。所以美国吼、哦，这个中国真正吼、哦，蛋的惊死，棒的惊飞，啊无法度，啊美国太强大了，所以美国一直咧发展伊的啥，伊的武器，上无领先第二名60档呢。这就是美国的策略，我常跟你说，咱台湾人有够好运啊，啊也很好说，感谢上帝，感谢神，给咱这个台湾这个土地，给美国来占领，
咱是日本的天皇的一份子，啊，因为日本天皇很精巧，甲发动战争，啊，佮美国也无来打台湾，啊，若打台湾，可能是加死几万人啊，但是今日嘛袂遐艰苦，啊，但是今日呢，虽然无死遐侪人，今日我出事呢，我用战争我甲布呢，布了成功呢，啊，即嘛成功。你的拍手我很乐意接受了。这真正我开足一些，我开始写台湾的论述的时阵开始写的时阵我真正目屎连连嘞，哪怕你啊，目屎哪连嘞啊，台湾那足可怜，我的可怜不是可怜我，唔是同情我家己，我是同情台湾人。台湾唔知啊，啊一寡唔知啊，乌白骂啦，哦，你那那那，咱哪安怎？咱讲拢是论述啊，咱唔免用战争，咱会当摕到台湾的地位。安尼敢唔好？国民党唔知影吗？国民党比你较巧，伊拢总知影。本党的是啥？真正是台独的这批人啊！因即嘛吼，安怎？伊是民主的问题啦。他为了面子下不来，伊歪转啦。啊不，伊这样跟真正拢唔知道。伊不是讲精英吗？你不是精英吗？台湾人讲的是对的。你敢问讲台湾是啥物人甲你轰炸？有人讲日本呢？我讲这无你开玩笑，你唔相信你转去，你试看卖，送给你轰炸。所以要求咱所有成员出去外口爱搞的。啊，若讲袂听，你莫甲伊强辩，吼、哦，莫讲强辩，敢当然好，安尼相拍，安尼无好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免，不爱听，甲放掉；不爱听，就甲放掉。因为我有讲过，500个一个听来就好啊，4000个我都有啊。安尼无简单吗？安尼台湾民进会成功无？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呢，接了政权以后啊，绝对会完全改变一个政府，绝对会按以咱台湾人啊做主体的一个政府。所以遐媒体哦，我绝对拢甲关关掉了，派咱的人家己去经营媒体。因为我捌做过环球电视台的总经理呢，我做总经理的时阵，我嘛无提薪水呢，我嘛拢做义工呢，因为我都甲伊伫金门，我有宣誓过啊，我是为金门。超多回来台湾的呢，所以有真多人捌我吼，奇怪，这个人我刚刚捌看的，伫电视啦。但落尾啊，开始我就不爱去电视啊，先啦。我去咧讲讲的话，拢甲加掉呢。那加中华民国对中华民国无好的，拢加掉呢。包括三立新闻呢，迄当阵郑鸿仪都落尾歪去啊。我是讲吼，我是刚刚讲吼，我伊访问我的时阵吼，安尼座谈吼，奇怪，明明要播出是一个小时，哎、啊、刚。用一个半小时录影，我呢我就感觉奇怪咧啊！什么时阵你的时间变成一个半小时？罗贝安娜，原来啊，已经伊要滴个啦。所以我的话哈，那讲到这战争啊，这部分拢甲你加掉。所以你啊，我就歪去啊。好，以后我就歪去。我安尼免，我免去。我来利用咱的网络，利用咱家己，我较辛苦咧。全台湾四个伫咧演讲，伫咧演讲，啊去告美国，安尼才有咱今日的成绩，你敢知？所以咱台湾民政府，我爱为我敢若讲台湾民政府爱讲未来，互你听啦。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咱政府绝对送你一栋厝，你当甲记起来，这龙眼大甲留咧。我有甲咱的总理讲，我嘛有甲咱的议长讲过，你一定爱甲问讲，啊，我的钱要怎来，对不对？早起你就去问啊嘛，有无？啊，你也知影无？这啊，你不爱知嘛？这细声咧，看。恁吼头脑嘛较清楚咧，我有甲你讲，我迄港口啦，基地要做啥物人？美国嘛，你美国人用迄个叫做夏威夷的基地港口，你都立租金予夏威夷政府，啊，你用我的基地，啊，用我的港口，用我的基地，你免立租金予我吗？爱不？俺不要讲多，对不对？我你是占领尔咧，你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咧，啊，你还付租金予我呢？啊！你占领以后，台湾人爱去甲美国做生意的时阵哦，占领地交美国的宪法等于伊的海外领土呢。啊，海外领土做生意唔免交税金呢。这台湾人上该爱啦，免交税金，免漏税，上该欢喜啦。啊，所以呐，安尼台湾人赚足侪钱，所以后摆税金爱较重哩才对呢。啊，你其实嘛免讲赚伤侪，你都有做啊。啊，过来，咱内面政府执政的时阵第一条要宣布的是啥？就是迄个东部的
高铁啊，马上兴建，一定要甲要求两年内底爱完工。你哪有可能？绝对有可能。我甲分做十单，十个公司叫日本来做，一人负责一单。安尼两礼拜，两个月做袂好吗？唔是两个月，两年啦，两年做袂好吗？我想讲两个月哦，即种吼，大家要吐槽。啊，你讲两个月，两年啊，看我听啊，两年啊，分十单，安尼未成功，一定行的啦。啊，若这个铁路通以后啊，你住伫地拢同款啦。所有的台湾的海边的土地拢开放，四中国啊，海边唔敢大声啊，因为过去海贼真多嘛。你若住伫海边，海贼你该怕嘛，所以拢一直刷刷入来底去啊。咱台湾唔免安尼嘛，你中国人你统治台湾，你中华民国统治台湾，海边拢该禁止呢。咱马上开放，海边拢当起厝，一个人拢上一间，安尼无好吗？所以你免烦恼讲咱无土地啦。所以呢，过来，咱的阳光真高呢。你敢不知影德国？德国有几个所在吼？会当讲厝内底吼，伊唔免啥，唔免用冷气。想到免用冷气。伊树木足多，虽然伊纬度差不多啊，伊嘛袂真大。即只啊爱植林啊，啊，佫一点高山族的这些同胞啊，咱因的土地咱要行伊。高山族因的生活领域，因为高山族啊，因习惯于爬山嘛，啊，因的生活领域就伫个山林内底走来走去啊。所以你啊看迄塞德克莱，塞德克巴莱迄片有啊。哦，因咧行路有够紧呢。啊，若要我实做，我做你无做，搁遮大块，行袂叮当吼。你看人迄，人迄因的生活领域，咱这土地爱行人啦，咱唔能去共占啦。坦白讲吼，因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用原住民三字伫甲你害死。今日你是原住民，好，甲你承认。五十年后，一百年后。伊讲我是新住民，新住民嘛变做原住民呢。这新住民变成原住民，伊家己讲我也要分土地啊。所以我甲高山族的同胞讲啊，你唔通遐戆啦，你要去用高山族啦，因为高山族是日本天皇做太子的时阵啊，甲因任命的。什么叫高山？就是有很多高山联合起来的一块土地的人呐、啊。我讲啦，这个高山族啊，你若不爱用，我袂用啦。我要来做高山族啦，所以我讲吼，因一定爱，咱爱台湾要等于历史的原点，等于历史原点以后啊，台湾人从头开始，和咱台湾人家己来统治咱台湾人，台湾人若统治咱台湾人，恢复咱以前日本时代的对台湾人家己自我的要求。你有钱，你有厝好住，请问你贪污要创啥？你创要创啥？你贪足侪钱要创啥？咱的囡仔读册，为幼稚园一直到大学，你若要读到硕士，拢总免钱，拢政府甲你负担。所以我伫遮嘛要郑重宣布一项代志：现准时到今日为止，有90万的这个大学生啊，甲政府、中华民国政府借钱，叫做助学贷款，民政府即种一律赦免取消。你若要行的，暂时卖行。咱要执行真紧啊！这90万人，所以我有看到一个新闻，真正目屎连落。因为我伫中国办学校的时阵啊，有一个老爸，因为考掉重点高中啊，无法度注册，老爸自杀。我伫咱台湾，即无偌久，即半年内底，我看到有一个大学生，甲中华民国政府助学贷款借80万，借80万以后啊，伊找头路，找无头路，伊家己感觉讲对伊的。爸母不起自杀，所以吼，台湾人可能有当想想啊，台湾人家己找的啦。台湾人可能选一挂民进党，我甲各位讲，民进党伊的党章甲你讲啊真清楚，伊讲咱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你选伊。不是选给中华民国，不是选给什么人？选给中华民国，跟选中国国民党有什么不同？完全一样呢。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啊，中国就是中国啊。中华民国的简称是中国啦。啊，有什么不同？啊，给你骗啊！
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你无选我，我你选了啥？够意。所以以前，若甲台湾人讲，你莫去投票，大家嘛。但是我相信今日，我若传播讲，唔通去甲投票，爱穿迄个波罗的海三小国同款。苏联占领以后，因传播讲，我们不同意你苏联帮我们办的选举，投票了降了三成，迄个选举全无效去。然后，因的民政府家己出来办选举，波罗的海总统97%当选。各位，迄才是正港的国家了，你对不对？所以有当想想讲，咱台湾人拢唔知影呢，真正拢唔知呢，一直叫是讲你是中华民国，啊，未兵未过啦。各位啊，我无要用刀，无要用枪，但是我用的比刀比枪更加厉害呢，我用法律呢，全世界无人用法律建国，无唔对，但是我就用法律，因为我告的对象是美国。因为今天若是对象美国啊，咱会死，咱死定，死定了。今天对象是美国，美国无出来袂算哩。你若搁甲乱落去哦，你话奥巴马袂调呢？我若真正要甲讲，要搁甲告落吼，甲创落去吼，伊会袂调。伊两个变甲差不多安尼。共和党是白人啊有钱人，民主党是十岁啊人，就是黄色的、白色的、蓝色的、什么色的，无蓝色的啦。这个。白人啦、啊、黑人啦、啊，安尼红的啦、啊、吼，是这样的人呢。但是遐人较无钱，但是人较济啊，所以会调啊。所以像这款情形，但是呢，共和党、民主党，咱因为最近这国的，因遐推下面呢，嘛就是讲吼，中华民国是台湾的。咱去甲告了，因嘛就讲我们要支持中华民国。啊笑的啊，我看过讲，中华民国是中国人呢，我台湾人唔是呢，我台湾是台湾民政府呢。所以各位，马英九金牛了，你金牛仔啦！台湾民政府一天一天愈来愈大。我阁甲你讲，根据中华民国伊一个足权阶级的官员呐，之前伊对我讲哦，台湾民政府我知道，那个不成气候，几年前讲的啦，两个月前正式讲，台湾民政府的发展令我们吓一大跳。发展这么快，各位，因为各位的参加，让咱台湾民政府发展这么快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也该甲讲一讲，美国 CIA 嘛有名单给我，咱的人有中华民国的调查局提因的钱来受训的，我甲 CIA 讲非常欢迎，你叫共产党来受训，我一样非常欢迎，因为咱讲的论述。咱无要用武装革命，所以你免烦恼。咱用法律，法律这条路是绝对全世界后摆要行的路。所以咱的明年的三月、四月要举办国际战争法的研讨会，就是要鼓吹全世界甲咱支持。咱今日9月23日，飞机派50个人去印度，就是要开记者会，要甲因签一个。台湾民政府和吐蕃自治政府的共同声明，我们支持吐蕃就是西藏流亡政府，他们走中间路线，但是他们也要支持我们台湾民政府恢复台湾政府的主权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台湾，我说一次，我们台湾实际上台湾过去都走不到房间去了，所以你看过去惊足侪论述嘞，台湾要独立，台湾要创啥创啥，啊，要去入联合国，你即马拢足清楚的。台湾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台湾毋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要入联合国啦，无可能。台湾其实中华民国用台湾 and Chinese 台北啊，就是用中国台北还是用中华台北的名义，要加入世界的组织内底。我有甲各位讲的，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叫做啥？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真正的明星是安尼，迄毋是我讲的呢？你毋相信？你去拍英文的 Google 还是 Yahoo， 你甲拍的都有啊。Chinese 台北 ，French London， 比利时 London，Korea 上海拢有。就是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现在政府流亡伫英国伦敦，叫做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。今日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，是
Chinese Taipei， 所以 Chinese Taipei 唔只台湾人个名，所以全世界讲你即袂当用迄个国家，伊是流亡嘛，你爱用什么国旗歌，咱就无国旗啊，咱有国旗。所以啊，各位，咱一定今日等伊出去，咱除了美国国旗以外，咱有民进会旗，咱有占领旗，这三支旗，哪有可能？那你的经济能力有法度，这三支旗拢爱有。你这三支旗爱甲挂出来，你甲挂出来，你虽然无用嘴去甲你的隔壁讲，无甲你的周围的人讲，但是人啊看到这三支旗，伊会感觉奇怪，伊会甲你请教。啊，你挂这三支旗什么意思？你会当甲讲，用这个美国国旗是美国政府送我的。人讲哇、啊，你是啥物人？你唔带英文去级别的哦？啊，无奈讲美国国旗送予你。因为真正我去受训，我去受训，所以美国政府送我这个美国的国旗。啊，这个军事政府的占领旗就是今日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，所以美国军事政府的这个旗啊 ，AAT， 伫年底还是明年年初美军入来时，迄支旗啊一定升起来，因为美国政府甲我保证，我一定升迄支旗。台湾民政府就是讲，将来后摆台湾的政府，这支旗就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后摆会变作台湾政府。当然，真正变作台湾政府，咱嘛公开。迄阵之后，咱台湾人，逐个人来公投，是不是台湾人来重新设计？你若无介意，咱是会当真自由，予逐个人来建。但是现主席，这个民政府这个旗是美国政府爱来甲你帮忙，爱予你来设立台湾民政府。这是完全拢照国际法咧行，一丝仔都无谈咱的感情。你若用感情一论出去，安就行飞去啊！所以台湾无光复节。1945年10月25日，伊讲中华民国，甲你讲迄台湾光复，各位，战败人有光复吗？战败光复，大家都唔知啊！卖讲各位啦，我嘛同款啊！我读建中诶，我初中读台中啊，嘛第一志愿啊。迄个时阵啊，所谓的光复节，拢会记咧。我印象有够深呐，我头脑算真好咧。我头脑会当会记咧，到2岁时阵的代志呢。恁我都会记到当时，我2岁啦。那我都会记你2岁代志，你家去看看有无？3岁，哇，才有3岁，哇，袂歹哦，袂歹哦，巧啊，你拢真巧。4岁。我甲你讲哦，我2岁会记得什么代志，3岁会记得什么，4岁会记得什么，我拢清清楚楚。啊，有奇怪无？啊，我唔捌做梦呢。我机器人唔通什么叫梦呢？我不晓得梦呢。唔是假哦，因为我即摆含我同房的有嘛吼，住伫只同房，你问伊就知影。我倒咧吼，2秒钟就困去啊。啊，目睭甲电脑呢？咱就6点起床，我5点就剥起，目睭就倒，足准呢。都看5点半，逐摆拢安尼呢，所以我读下来那什么电脑我唔知影啦。这三支旗啊，我希望各位啊，你会当查出来，吼、哦，这三支旗，美军来入来，台湾民政府，我讲迄个时阵哦，有足侪人一定吼、哦，想要来加入台湾民政府啦。当时呢，明年3月份开始，日本的大学生，一间大学派20个学生来咱家受训，来咱家。受训，啊！咱来遮，咱遮受训的时阵哦，我要要求咱台湾来40个、20个甲40个合作位上课，变作朋友。啊，一礼拜拢来20个、20个、20个。咱为明年3月开始，所以明年啊3月哦开始足无闲的。所以我刚刚讲哦，咱为明年3月开始哦，哇，这个所在早就足热闹啦。啊，恁来拢随时当转来，所以你这个卡片哦，你唔通丢掉哈。这个卡片哦，丢掉哈，当然会当重发啦哈。啊！但你莫找因的麻烦啦，你爱保留这张啦。你若后摆来吼，啊，可比讲你若礼拜吼要来听这节课的时阵哦，你当显示这个卡片，你当然来听。吼、哦，你以为你是会员，你永远会当来用这个卡片。所以这是明年3月，吼、哦，明年3月开始呢，日本哦要跟真真正正的交流。啊，所以呢后摆呢，咱嘛当派少年吼去迄个所在给伊访问。所以各位。咱台湾其实未来的前景真好，我刚才要要求各位一点，就是讲咱家己本身唔通看袂起你家己。国民党用教育，互你看袂起你家己。
互你感觉讲咱是低音一级。有个人讲，我讲北洋语，敢若高音观音一级。咱的囡仔真侪拢已经袂晓讲台语啊，这是要甲你消灭。其实不止语言消灭，种族嘛要甲你消灭。所以120万的高沙族，今日剩51万，还是52万，安尼尔尔，哪会安尼？因为伊用原住民这三字啊，互遐人头抬不起来。你们就是讲原住民三个字是一种光荣诶，高沙族才是光荣。高沙族义勇军全世界有名，伊即马国民党不爱互你用，讲你原住民，讲我讲原住民高沙，迄个义勇军嘛无嘛，是高沙族义勇军。所以高沙族，我们台湾民政府被恢复日本时代的政策，土地讲话画出来，14个族，土地行李以后。好，恁家己自治政府，恁家己去管，你们自己去管。而且你们不能够卖给在其他的台湾人。干那恁高沙族的人可以互相买卖，但是恁买卖也有你们政府要控制。咱过去坦白讲，和高沙族的人啊吃亏太多，我们要弥补他。讲好冇啊？所以。当然啦吼，后摆大家拢要娶高沙族的查某，还是要嫁予高沙族的。但是吼，那个算不算呢吼？这可能要跟高沙族的议长啊，是迄个主席去讨论啦。哈，他们如果同意的话，那另当别论啊。但是他们会同意吗？我很怀疑。这是另外事情啦哈。啊，今日呢，我的课哈要甲这个所在要结束哈，三点嘛。啊，这个、三点呢，刷落去吼。拍摄吼，我阁上30分钟啦。这30分钟替咱的钟丽，咱钟丽的母亲吼90几岁啊，啊前几工过身去。啊，另外呢，咱的议长啦吼，啊，这个也做副主席，咱的主席吼，伫下晡的2:30吼，这飞机已经开始飞啊啦吼，2:30呢，去香港啊，要转去印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结业式呢，要由我来主持，你讲好不好？好。不要。哦，我来主持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我的课到这个所在结束，啊，卖下课哦，卖下课继续就是咱的闭幕式，好唔好？好。Good。Kelly。阿姐。